那个动物园也太下饭了吧？啊？就是观赏，开心。嗯。哇，你这手机好清晰啊，比我的手机就是好多了。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手机的广告植入。这是马脸什么？本节目由。OK 的，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奥运纪念版手机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个马看起来好委屈啊，你说？嗯。很像弟弟。我那两个贴贴，看见了吗？不要贴贴，不要贴贴，贴贴不好，还是密接。犀牛，犀牛，可不可以把你的脸让我瞧瞧？我不想看屁股，犀牛。看到了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东西呢？它的嘴好尖，它好漂亮。请问你看后面有小啊？别开窗，他要吐我口水的，他吐的了，有点臭，有点臭。我明天可以，可以，就是这个。大鼻孔，我看看你的鼻孔里有没有鼻屎，掏掏。看看你的鼻孔里有没有小零食。你有点臭，你我这个是新衣服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新衣服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他们要拉屎了，所以要刨个坑把屎埋起来，你信吗？我不，你先问问你自己信不信。那只羚羊，它那个脚一只。你要不要把话组织起来？是窝虎吗？狮子，大脸吧。那内骨。那人跟那个骨裂了。人家好像个冷枪，我成骨裂了。期待让人远远。真的很容易被带跑哎！哇，你好壮啊！哎呦，哇，当时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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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攻击我吧，来了，哇！快走，快走，一会儿走不了了，我跟你讲。没事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他们都会围上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个不接受合照，现在工作时间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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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车上有艺人，车上有艺人，车上有艺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下次有机会，下次可以去。哎，这个脚好看，你看这个脚，它是有设计的，这个脚，它是有一种设计感，那个巴洛克风格。中世纪那个就那种，你好呀，你把你那个眼刺都给我擦一下呗，行不行？你真的很臭，我跟你讲。你不要当孩子面说这么臭，你可以夸他。哎，你的，你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哦。他应该是公的吧？哎，你还蛮有男人味的，对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坐吧，我们往前吧。虎生下小老虎，对，那小老虎虎虎生威威，对，
太给力了。再说一个，老五最不喜欢最害怕去的地方是哪里？快点了，继续。平阳，太给力了。哇，